天宫以来，子楚去看望过你们吗？王上公事繁忙，顾不上后宫。是啊，他现在日日夜夜都陪着王后，哪里有时间顾着别人啊？太后您瞧，角儿就在前面玩呢。走过去看看。嗯， 这是我的弓箭，为何会在你手中？太子，这把弓是在花园里捡的。我练剑休息，将弓箭放在凉亭，喝口水的功夫，他便不翼而飞。程角，难道你母亲就没有告诉过你，不问自取，是为贼？我的就是我的，太子，太子，太子，撒开！太子，住手！娇儿。 娇儿，拜见祖母。太子，程角还小，应当礼让，何以如此跋扈？祖母，可是这弓箭是我的，就算是你的，让给你弟弟有何不可？因为他比我弱，比我小，我就应该让着他。这是自然啊。那列国比大秦土地小，力量比我们弱，大秦为何不让着他们？ 非要去攻伐，这能一样吗？你跟他可是亲兄弟。太后，都是角儿不懂事，不该抢太子殿下的东西，还给太子便是。身为太子，理应大度。去，把弓箭送给弟弟。啊！我的，便是我的，谁敢来夺？庶子，谁懂此光？你如此霸道，区区这碗子！ 太后，太子殿下年纪还小，便是错了，以后管教便是了，怎么可以动手处置呢？身为大秦太子，如此跋扈，我若再做事不理，还不知道长大以后变成什么样子。动手！太后，太后，我后头，你们一个个都被吓破胆了，可见王后何等张狂。今天就由我这个祖母亲自动手。 放手！太后，放开我！谁说你比我母亲的？王后道，母亲，太后要罚我。王后，我本来已经答应子楚，不再干涉你教育儿子，可是我没想到，你竟然把孩子教育成这样，小小弓箭不肯礼让，孝悌有爱，竟全然不知。母亲，是程角抢走了我的东西。 正儿，怎么对祖母如此无礼？快向祖母跪下认错！不必了，事实证明你根本不会管儿子，还是由我来教导他吧。正儿，跪下！不必了，我自己动手。正儿，你现在知错了吗？我没错，我就是没错。你知错了吗？我就是没错。母亲平日如何教你？ 向祖母下跪认错，我没错，我没错，我就是没错。太后，太子年少不懂事，以后慢慢管教便是了，请您看在婢妾的份上，宽恕太子吧。太后，思罗求您了。罢了，王后，您好好教育孩子吧，真不知道这性格到底像谁，脾气那么倔。就是没错，你。 太后，是我教导不善，正儿才会如此放肆。待会我压着他，亲自带他向太后下跪认错。事到如今，你竟然还袒护他？天哪，如此品性顽劣的孩子，将来竟然要继承我大秦王位，我怎么对得起先王？怎么对得起大秦的列祖列宗？太后。 我听闻，您有一支罕见的碧玉簪，可否借给儿媳？王后，那碧玉簪乃是太后的陪嫁之物，心爱一场，怎能出借？那把弓箭是王上亲自给正儿做的，正儿非常喜欢。
世间只此一把，正儿每日晚上都抱着入眠，太后的心爱之物都不愿外界，更何况一个年少的孩子。你就是这样教育儿子的啊？程角，你喜欢兄长的弓箭吗？喜欢便去商界，你怎可不问自取？不过这不是你的错，是米良人教导不善。米良人，即日起扣罚你半年工分。太后，儿媳告退。没错，你是谁？不是叫你全都滚，别跟着我吗？便是殿下不让，奴也不敢离得太远。你倒是说说，我为什么没错？太子是君，成角是臣，将来要匍匐在您的脚下，这世上哪有臣夺君务的道理啊？那你就是说母亲错了？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妄议我的母亲！太子息怒，皇后明知你没错，可若不罚，太后就得罚，那不是打得更疼吗？王后的所作所为都是出自慈母之心啊。母亲再好，那也是我的母亲，我的，其他人连提都不配提。记住，再敢妄议我的母亲，我便砍了你的手。奴不敢，奴万万不敢啊。你倒是乖觉，叫什么名字？奴赵高。跪下，向太后认错。你这孩子怎么这样不听话？快跪下，快说今日是你不对，不该抢兄长的弓箭，快说，跪下。思罗，你这又是做什么？听话，快跪下。祖母，父王他从来不管我，只管兄长。祖母，你要帮我，你要帮我罚他。不许乱说话，听见了没？不许乱说话。行了，思罗，就算你不说，你们母子目前的境况我也都清楚。自从王后母子回来，此楚就一心扑在他们身上，别说是你了，就连程角也不在他的眼里。太后，无论先王如何对您，您都不改初衷，守着这座宫殿三十余年，这是何等的勇气与毅力，思罗不敢与您相提并论。可是思罗对王上的忠心也绝不亚于他人。思罗学的琴棋书画，读的诗词文章，甚至连我整个人活在这宫里，都是为了王上。如今我只能等，一直等，等到王上看到我的真心。若是你一直等不到呢？那我便学太后一样，好好抚养程角，将他培养成一位文武兼备的王子，将来为大秦开疆辟土，建功立业。起来吧，角儿，来，出去玩啊。太后，今日的事情本身就是一场误会。太子自小和母亲在赵国，无人管束，难免跋扈了些。若您待他再宽容些，他自然与您亲近。只是宫中那些流言，太后千万不要相信。流言？什么流言？太后，小
公子，您不知道吗？到底什么事啊？啊，没什么事儿，我是听说大秦要兴兵呢。我看你也累了，带着角儿回去歇息吧。诺，婢妾告退。